这是一个有点老的电影，然后我把同一个画面配上不同的音乐，实际上每一个人对这个画面的解读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你们来猜猜看，到底哪一个是他真正的音乐啊？他会发生什么事？他等一下应该是会被鲨鱼吃掉。我来看下去。鲨鱼要出来了，这个人应该是要把他干掉之类的。Audio 一个音乐甚至音效 的解读跟画面的解读，实际上它是可以重新定义它的。